那不是一个大拖根是不是大哥？来看这个杆子，杆子这个过渡行不行，大哥？然后还有这个杆子啊，啊这个杆子是吧？桩头从这个面看漂亮不？这个里边漂亮不，大哥？这个桩，是不是大哥？好看啊，这颗好看的。把这个杆子杀掉一个啊，杀掉一个杆子就行了，大哥啊。来听他们讲，不杀不杀不杀的，杀桩子要杀的。来，这过下边了吧？来，300块钱这一颗啊。那桩子真好看。来看这颗根盘是谁？要杀。那必须杀，大哥，那这不杀的东西，不杀的东西，那看着交叉枝，愁死了。来看这个根盘啊，大哥啊。来看这个桩头，来个200块钱的，有没有各样？来，喜欢的话你们搂米这颗。来这颗，大哥尽情的出米，大哥啊。来200块钱，来那肌肉，这个桩子十几公分粗啊，大哥，这个光这个地方十几公分粗，来200块钱的，大哥，喜欢的话你们露露名啊，大哥啊，200块钱的啊，不喜欢咱就过啊，我把那个杆子杀掉，谁说不让我杀，真的是，也不要，没人要我就杀，大哥，有人要，不是我说的不让，是我说的不让，有人大哥说，有大哥说，哎你别杀，我要，你看我就立马就不杀是吧？没大哥说的时候，这东西还是我的东西。在我手里东西，我该杀的时候，我必须得杀一杀。是我的庄子，我做主。你自己的东西，你这个东西是不是？趁还没在你们手里的时候，我不赶紧杀两刀。雀梅啊，雀梅。嗯，一定要杀到位。是不是大哥？底下现在不杀了啊。到时候这底下，到时候出牙以后再决定杀啊，大哥。现在它不影响，又不影响美观，又不影响啥的，是不是？它到时候从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要杀掉，这个地方拿掉，从这个地方出牙，从这个地方出牙以后啊，这里边斜着进去碳化以后，你看这个地方长个枝条，这个地方长个枝条出来，然后和它就是呼应的，上下呼应的，大哥啊，或者说从这个地方来牙以后。和它三个是呼应的，你看这一个枝条，这个从这中间这边来个，是不是它是呼应的啊，大哥啊，来我哥有没有个，来300块钱包邮包到家啊，大哥啊，漂亮，不来咱就过啊，东西是个好东西啊，杀了好看了啊，那必须的。来哥看这颗，来咱看这个根盘啊，大哥，看这个桩子根盘啊，大哥啊，来看这个桩头啊，我给你量这个桩头多大吧，大哥啊，量个这个桩子尺寸多大吧，那个桩头也是有过渡的，底下宽，来根盘是25，大哥啊，桩头底下7公分，大哥，桩头底下是7公分，大哥，这个宽是7公分啊，宽是7公分啊，你说这个东西你做个拖根不漂亮吗，大哥？然后把这边这个枝条给它拿掉啊，你看这个扁呢，看这拖根从这里边由粗到细出来的，大哥扁呢，水主哥问多少钱，这颗50呀、啊、这颗50呀、啊、水主哥你看还有好几颗好东西啊，小东西啊，皮皮虾哥说等一下帮我看几个，看一下没杀到位的帮我杀一下，水主哥要了，水主哥要是吧、嗯、行，他说让你给他看看他那几个桩子没杀到位了，让你给他杀，我回去你东西现在车上一堆，我等回去再杀吧，再说吧，好吧，等回去以后我看没杀到位的帮你杀一下啊，桩子尽量的不要杀得太彻底，知道吧，桩子杀得太彻底的话也不行，知道吧。你们怎样警钟仙哥，小哥一身绿就少一样，烦人不烦人，哥大哥。啥？那个五九哥说，小哥咋没穿红裤子？我红裤子烂了，哥。然后我让那个给我搞，再给我整几条的，没给我整过来。然后我就先穿这个绿的吧，看着也行啊。来看跟盘啊，大哥，这颗桩子你们做个下票啊。来，我给你讲这个桩头，大哥。这个桩头是特别棒的，这个上面的瘤子，大哥你看这个瘤子是不是，这里边的瘤子是不是，大哥你看这上面瘤子特别棒，这个桩子，这个桩子你们就这样去种，大哥，哎这个桩子你们收吧，是不是真的60块钱、嗯、这个桩子超级好，大哥啊，
真的，这个庄你看那庄头，我跟你讲，大哥，你这个庄子60块钱，谁买到以后，你说这个庄子不漂亮，你收到庄子你说不行，大哥你就给我退过来。雀梅啊，雀梅，快递都是我的。大哥来看这个庄头，看这庄头底下这么宽，来看这个从这个边过来飘过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个水主哥扣个50，哥这颗庄子，你给我60，来，给我60，这个庄子别倒价啊，这东西别倒价，别倒价，大哥，这东西别倒价啊。好东西，你们光说小哥，小哥不出。这个东西你别倒价，我60块钱都是捡漏啊，好吧，哥。不是不是我，不是我非得问你要10块钱，但是东西真不错，大哥，我保证你东西是好东西。给哥是吧？好的哥。水主哥啊。嗯。好东西，你们不要刀小哥，刀小哥，小哥不想出。来，再来啊！咱卖东西是吧？有些东西你们刀我那个啥啊，是不是？有些东西刀我心疼，有些东西刀了我不心疼，是吧？这颗庄子啊，这颗庄子，这颗庄子真的是。其实有时候真不是10块钱，是不是10块钱的事？大哥，这个东西谁差10块钱？是不是？不是10块钱的事。是吧？大哥们也不差这个10块钱的，我这个东西。欢迎我乐逍遥哥。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太难找了，大哥。今天这些小东西真的太难找了。我跑遍了一座山啊，大哥，真的。我从山底下跑到山顶上。最后我找了这几个庄，应该说腿都溜细了都。那大庄子都是我爸找的，我不找那大庄子，知道吧？我看那大庄子，我看大庄子，我搞得累。我今天我搞小庄子，哎。但是我搞的这东西都磕磕精明，我就在那定眼一看，我说我去，这东西那么好吗？那东西是不是？它就在那长着，是不是？我一扒拉，我这个嘎嘎嘎一扒拉，我这里边全是好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挖着这一颗的时候，我也挖那个树林子里边，我一钻，我又一趴，我去，怎么又一颗好东西？是不是？我就那样，大哥，我就搞了这几颗啊。来看这一颗啊，根盘，看根盘啊，大哥，看根盘。无敌平。啊？无敌平根盘。看根盘，大哥，他虽然说不是个八方根，大哥，看东西是不是？看东西跟两个尺寸，大哥，这个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好东西它必须得难找的，大哥。现在树叶已经落了，它在树林里边，知道吧？像这种特别的小的东西太难找了，知道吧？今天石头缝里边还有个坨子，我没抠出来，就这个坨子。但是那个坨子跟那个小鸟差不多。到底是多还是少？好东西少啊，大哥！他一看到一颗好东西的时候，你定眼一看，又一颗好东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，大哥？那就太兴奋了，那不一样的感觉，这吧？是不是？其实好东西是少，根盘这22，但是我的眼睛是专瞅好东西的，大哥们啊，知道吧？别看我小眯眼儿，是吧？庄头是13公分啊，大哥，庄头是13公分啊，大哥，粗都是9公分，大哥，来80块钱，大哥，看根盘，咱的东西一定要大哥看根盘的，大哥，你看根盘，咱东西看根盘，大哥，小矮吧还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没有一点高跟啊，大哥，59个还没有。小矮吧没有，有个30块钱，你给他买回去以后，你给他杀成个矮吧。来看东西，看这庄头，大哥，我去，你说这是庄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，大哥？两面都可怪，是不是，大哥？这个是80啊。大哥们开心不开心？来，大哥们看这个，是不是？让你们收庄，你们还开心？有好庄收，你们还开心？是不是，大哥们？你这个东西好东西是不是？好东西你就是一瞅是不是，大哥？我这眼睛是不是，大哥？来59个来看看那个小矮吧。来看这个矮吧，你30块钱买回去杀个矮吧，来，很漂亮啊，这个30块钱，你买回去你想做高杆就杀一点，不想做高杆你就给杀成个小矮吧。他就光要矮吧，59个就只要矮吧。那59个你就趴这颗吧，这颗庄子也不错，做个小矮吧。这个庄子我杀的时候就是一个矮霸庄，是吧？但是我后来我从这边一看，我说这个面就先别杀吧，是不是，大哥们？他说还有这个杆子啥？你看这个都那个啥，来不来30块钱？是不是，大哥们？这个东西可以啊，我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这你看还是那颗50的漂亮。哪个50的？哪个50？那肯定啊，你
这东西你净出好东西是不是大哥？那东西和东西不一样，大哥你说是不是？我也弯桩，但腿越跑越粗，咋会细了呢？大哥你早上你要你上山，你上山你跟我一样一个鸡蛋都不带的人是不是？我早上起来我就吃一个鸡蛋是不是？现在八个包子吃不上，大哥你知道，你还不懂啊，你上山净带猪蹄子，你还没跑半天你都不想跑了，大哥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哥？那能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大哥是不是？是不是你上山你光干活你不说话，我得给你们在这吹个牛，我不吹牛你们都不看我，真的天天的来看这个跟盘，大哥看咱这个跟盘是不是？大哥来看这庄子还有个六包是